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七篇第67章《分流》。九仙流，十三，你前无宇宙国已经上百届没出现冲进前20的小家伙，没想到一次就让你前无宇宙国冒出两个来。哈哈哈，摩梭说的对啊，这里有1008个宇宙国，前20就让你们宇宙国占俩。周围的其他一位位不朽存在都笑着和鳞甲战袍巨人打趣，虽然罗峰的表现很惊人，可对于这些在各自宇宙国都是一等一的超级存在而言，只是个小家伙而已。那奥古斯星球的那兄妹俩不也冲进前20了？鳞甲战袍巨人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哈哈哈，你这家伙竟然也会笑，难得看到啊。我这上百纪元和他见面三次，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笑。他得意了当然会笑啊。周围的强大不朽们谈笑一片，这里一共有1008位强大不朽，而和鳞甲战袍巨人坐在一起呢，自然是和他关系好的。那些强大不朽也只有朋友敌人，关系亲疏远近自然会令他们成为一个个讨论圈。哈哈，你们说我们前无宇宙国这个罗峰实力怎么样啊？鳞甲战袍巨人环顾周围其他的不朽，将空间类飞行秘法万线流修炼到2层，眼神兵也能操控出九柄幻剑。一名墨绿色长发大鼻子男子双眸仿佛是无尽的海洋，点评道，基础很扎实，心性沉稳，潜力非常大，现在的实力能排进前10。是能排进前10啊，试炼空间排名他能冲到前5，而真正的擂台决战前10应该有把握。其他不朽们也都点头，试炼并不能100%反映一个人的实力，因为试炼和1对1对战区别很大。如果精神念师掌控者脚踏念力兵器可以远遁，在远处又可以攻击，而武者却必须杀入敌方内部厮杀，加上这次又有机械傀儡、金属生命等一些不具灵魂攻击的存在，所以使得很多人没法发挥。比如在之前被认定为有前20实力的超级天才奥神族的幻魔加莱西，那幻魔加莱西在自己的宇宙国内选拔时，甚至于只是眼睛看对手一眼就将对手击败，一直都如此的轻松。可是在试炼空间中面对机械傀儡，他的幻术就没有丝毫的用途，精神攻击完全没有，所以幻魔加莱西试炼总排名仅仅是在189名，这能说明他就那么弱吗？中央广场上百万名天才们仰头看着屏幕上罗峰闯进第6座试炼塔第1层。殿下，这个罗峰很强啊，一名仿佛钢铁浇铸的铁汉低声道。在他旁边正是穿着银色战衣的黑发少年，这次排名第18的满卡星少年，他双眸发亮，死死盯着屏幕上的罗峰，嘴里还说道，我承认我之前判断错了。就在刚才满卡星少年还说道，看样子撑不住了，他闯不过第5座试炼塔第7层，估计最后排名会在第9、第10左右。虽然排名比我高，可试炼和1对1不一样，1对1战他绝对不是我对手，我有信心击败他。之前还信心满满，可现在好强的对手啊。满卡星少年双眸亮晶晶的完全锁定罗峰，他试炼的是万线流，已经达到9线流层次，是很强大的对手。我想进原始秘境，这个罗峰是个很大的阻碍，我一定要打败他。说着他的拳头握紧，隐隐有着雷电闪烁。罗峰头发乱糟糟的赤脚的野人青年荣军正凝神盯着屏幕低声道，他已经变得很可怕了，不过没有人能阻拦我，我一定会成为最强的，一定会。笼罩在黑袍中的男子在天才人群中悠悠盯着屏幕上的罗峰轻声道，罗峰嘛，让你出尽了风头，看吧，很快我会让你们都知道那试炼空间的排名就是陀螺兽的粪便，我会将你们一个个击败，
包括那死神波兰。这上百万名天才中，最优秀、最顶尖的一群绝世天才，都是不轻易服人的，都有着绝对自信和傲气。然而现在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将罗峰看成了对手，一个不是太好惹的对手。不行了，他又败了。虽然他实力强，可第六座试炼塔难度比第五座提高了几倍。哦，他又受伤了，快完了。天才们个个紧盯着，议论纷纷。第六座试炼塔第一层中，战斗已经进行到最疯狂的时刻，全部去死。罗峰双眸隐含着让人惊人的煞气，身上满是血迹，腰部都有个窟窿，可是他脚踏暗云梭，化作鬼神莫测的九道幻身。这九道幻身并非没联系，而且相互形成一个九连环，在九个幻身范围内，仿佛是罗峰的绝对领域，身法诡异，幻剑莫测。轰隆隆隆隆隆，铺天盖地的血毛猛犸一个个铁蹄践踏而来，庞大的身躯一次次横冲直撞，大量血毛猛犸都拥有自己的领域，无数领域覆散下，令整个战场完全成为血毛猛犸的主场，罗峰根本无处可逃。难怪死神波兰都没有闯过第七座试炼塔第一层，罗峰暗道，难度高太多，比第五层第七层高太多了。是的，在第六座第七层，死神波兰很轻松，没有任何吃力的表现，可一进入第七层第一座，就算拼命情况下，最后还是失败。而罗峰现在就感觉到问题所在，自己虽然感悟九线流提高很多，可这第六座第一层真是难太多。砰！一头血猫猛犸的尾巴抽在罗峰身上，令罗峰一时间身法被打断。早就心神疲惫不堪的罗峰刚拼命闪躲，就被一个铁蹄践踏而来，然后就是头脑一昏，什么事都不知道了。天才战试炼的最后一名参战者罗峰，击杀6892头血猫猛犸，和之前的第二名到第六名一样，止步于第六座试炼塔第一层，总排名第三。罗峰感觉眼前空间转换，然后就出现在中央广场上，周围来自各个宇宙国、各个人类种族的诸多天才们都看过来。嗯，罗峰目光一扫，迅速确定前五宇宙国小队位置，连忙走过去。他就是罗峰，总排名第三，之前根本没听说过他，竟然这么强。这一次试炼过程中，有好些个人都是突然冒出来的，不过这罗峰属于突然冒出来的人中最强的一个。听着周围各种议论的声音，罗峰走回前五宇宙国天才队。疯子，你可真是吓我一跳，够狠呐！绿发青年风轮连喊道，罗峰，恭喜了，恭喜恭喜。其他和罗峰并非太熟的一些青年也是笑着恭喜，毕竟来这 99% 的人都知道没希望冲进前一千。罗峰，龙君，跟我来。那浑厚的声音在罗峰野人荣军耳边突然响起。嗯？罗峰荣军都转过头看向中央广场其中一个区，只见那里1008位强大不朽都已经起身朝各自宇宙国的天才队飞去，其中鳞甲战袍巨人瞬间就来到前无天才队长，同时喝道，宣布回驻处。轰隆隆隆隆，1008支天才队在不朽存在的带领下回到各自的住所，0285号大厦一楼，前无天才队的1000名天才队员都站在那儿，在鳞甲战袍巨人的威压下，个个恭敬不肯吭声。这次我们前无宇宙国的队伍表现很好，鳞甲战袍巨人声音回荡在整个一楼大厅，竟然难得夸了他们。除了罗峰，荣军名列前100，直接获得进入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的资格，还有3人名列前7300，有资格角逐那最后的900个名额。除了这5个人外，其他所有人，你们的天才巅峰战到这就结束了。鳞甲战袍巨人说道，令下面来自前无宇宙国各个星域的天才们一下子心情低落，奋斗这么久，而现在他们已经被完全淘汰。你们现在可以直接回归现实离开这儿，也可以第一段时间
虚拟宇宙系统将会直接将你们已经被淘汰的给传送回各自宇宙国大陆。鳞甲战袍巨人道，罗峰荣军，你们五个跟我来。说完大步直接走入廊道。罗峰荣军和另外三人连跟随着，大厅内气氛很是压抑。结束了，我们的旅程结束了。哈哈，各位，我们虽然失败，但毕竟已经接触到邀请，能够进入前无秘境，也算不错了。嗯，我就不信现在比他们差，将来还会比他们差。现在我们才恒星级而已，修炼路程现在才刚刚开始，后面宇宙级御主界主还漫长而遥远呢。说得好，就算进入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都很难成不朽，而我们在前无秘境却照样有可能成为永恒的不朽。对，走，我们去喝酒去。这些都有进入前无秘境资格的年轻男女们，除了极少数直接回归现实外，大多都一道离开去中央广场餐厅。在这个时候，前无宇宙国的这1000名天才就走上了两条路，大多数进入前无秘境，极少数进入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未来如何，谁也不知道。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七篇，第68章《银河领主》。巅峰天才们还算平静，可是1008个宇宙国却热闹万分，特别是前无宇宙国的上亿星系无数子民无比的激动。那可是1008个宇宙国的百万名天才聚集，竟然前20有两个来自自己的宇宙国，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黑龙山帝国竟然能有年轻天才冲到宇宙排名前第三呢！哎呀，那可是宇宙总排名啊！是啊，是我们黑龙山帝国呢！天哪，罗峰太强了！宇宙总排名，那可是1008宇宙国呀！黑龙山帝国仿佛被这个消息给砸晕了。黑龙山星域虽然算得上疆域广阔无边，可是跟整个1008宇宙国相比，那简直是太渺小了。连前无宇宙国都很久没有天才冲进前20，更何况是小小的黑龙山星域呢？亿万年恐怕也没有一次机会。罗峰，黑龙山，罗峰，黑龙山，罗峰，黑龙山。整个黑龙山帝国内各种网络新闻天天在宣传，各种关于罗峰的宣传片，罗峰在黑龙山帝国的热度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于连黑龙山帝国的帝皇都曾经激动地宣称，罗峰是我黑龙山帝国出来的，他是我黑龙山帝国的英雄。这个在浩瀚宇宙中不值得一提的星域，也因为罗峰为其他很多宇宙国的公民所知晓。罗峰是我黑龙山帝国的英雄。一则虚拟网络黑龙山岛屿新闻直播中，黑龙山帝国帝皇洪声道，他来自于我黑龙山星域的银河星系，我正式决定将他的家乡银河星系赠送于他，从今天起他就是银河系的领主。帝皇公开宣布，黑龙山帝国皇室完全是卖好。实际上之前帝皇早就承诺会将银河系赠送给罗峰，可现在公开宣布显然是抬高罗峰的地位。罗峰能在黑龙山帝国有这么强的名气，帝国皇室背后推波助澜是功不可没。混蛋！布罗林坐在书房恨恨地咬牙，捏碎了手中的杯子。完了，一点希望都没了，上面都决定完全拉拢罗峰了。帝国皇族以及其背后的靠山圣地黑龙山高层统一决定尽力拉拢罗峰，用家乡情维系彼此关系，只要罗峰不陨落，以他排名第三的天赋，在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将来一定会拥有足够的权势。虚拟宇宙公司五大巨头之一，甚至于隐隐在五大巨头中都比较靠前，连1008宇宙国都得仰视着五大巨头。
一旦罗峰将来掌握一定权势，关键时刻稍微帮忙，黑龙山帝国就将受用无穷。至于那位九皇子布罗林，连帝国真正的统治高层都算不上，怎么可能左右帝国的决定呢？完了！诺兰山看了屏幕，眼神中有着不甘。以他虚拟公司核心成员的身份，一旦发现我，杀死我跟捏死只蚂蚁般容易。折服，折服！诺兰山咬牙，除非我将来变得比他还强大，否则必须永远沉寂，不能露出丝毫的风声啊！既然如此，诺兰山双眸中寒光一闪，那我就去域外战场吧，否则没一点超越他的可能。诺兰山也是很绝的人，能让自己在巨斧斗武场生死战千场，那也是杀伐果断，之前拳打危机立即离开老巢。而现在诺兰山当天就乘坐宇宙飞船离开这颗星球。地球 Oh my god， 什么？罗峰成了银河领主？北美洲大陆美利坚的华府基地室内，一群高层完全惊呆了。银河系的领主？怎么可能？之前我们从虚拟宇宙网络得到的资料，不是说宇宙级强者能得到十余颗星球当领地，唯有界主才能赠予一个星系当领主的吗？按照这资料，界主存在可是分手就能毁灭我们地球的可怕宇宙强者，连恒星、白矮星在界主存在面前也不算什么，罗峰怎么被赠予一个星系了？美利坚一群高层都很震惊，地球上五大强国虽然都感激罗峰，可不同于华夏国那种骨子里的血脉相连，其他强国其实都有点小不爽的。为什么地球领主就是华夏人，怎么就不能是我美利坚人，怎么就不能是我印度国人呢？当然没谁敢表面提出，可现在这个消息完全令他们惊呆了。各位，请允许我和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宇宙天才战代表的含义。一名金发女子说道，听完相信各位就明白罗峰现在的身份到底代表了什么，为什么能得到堪比界主的待遇。银河系领域，哈哈，罗峰还真厉害。老王，我们银河系有多少生命星球啊？按照我们从虚拟宇宙网络得到的资料，银河系有21万多颗生命星球。哎呦，21颗生命星球啊！这一下子全都是罗峰了。好好好，给我们地球争了口气，也给我们华夏人争了口气啊。我们华夏人虽然被他们认定为星球土著，可我们这土著冒出个天才，在整个宇宙人类中都冲到第三了。地球上五大强国各个基地市的领导层都得到消息，都为银河系领主这身份而炸舌。不过领导层们并没有告诉普通民众，实际上地球上普通大众对宇宙了解并不多，地球高层没有让普通民众这么快就完全接触宇宙。老三的进步真惊人啊。盘膝静坐在茅屋内的黑衣青年红睁开眼，我也不能放松，老师的朋友还真奇怪，一位不朽存在竟然愿意生活在这样一颗没有任何科技存在的星球。他的目光透过茅屋门看到外界数百公里外的天空，那天空中正有这些穿着兽皮的野蛮汉子凌空飞行。这颗星球是一位不朽的居住地，整个星球处于极度原始状态，星球上的人类一个个挖掘自身潜力，逐渐形成一个个宗派，而那位不朽隐居在这，那些所谓的宗派丝毫不知道有一位宇宙中的不朽存在在他们这儿。红，我们走吧。时光界主洛瞬间出现在茅屋前，红当即起身，而后冲天而起，乘坐一艘宇宙飞船离开这星球。这星球上的土著宗派们根本不知道两个宇宙强者抵达告过这儿。他做得不错，我准许你休息。武大人喊道。不够，还不够，三子都冲到第三了，我的进步还不够。在太阳系的火星上，
雷神正按照雾大人的训练计划不断提高着自己。罗峰丝毫不知道宇宙总排名第三带来的多大的影响，他正和荣军等五人聆听着鳞甲战袍巨人的训话。明天的资格争夺战就看你们的表现了，明白？你们三个先走，罗峰和荣军留下。鳞甲战袍巨人说道，顿时这巨大房间内只有其他三名青年恭敬离去，只剩下罗峰、荣军二人。鳞甲战袍巨人目光落在了二人身上。第十四，第三，鳞甲战袍巨人声音浑厚，那隐隐的威压令罗峰、荣军都勉力支撑着站立。你们是不是心中有着一丝得意，认为自己很强啊？没有，野人荣军说道。试炼说明不了什么，罗峰也说道。哼，鳞甲战袍巨人低哼一声，你们还算保持冷静，没被这点小小的荣耀给冲昏了头脑。对，罗峰你说的对，这试炼根本说明不了什么。我告诉你们，这次试炼总排名前十名，两个武者，八个精神念师掌控者。罗峰面色微变，前十竟能有八个掌控者，明白了吧？这种试炼对精神念师掌控者最有利，其次是武者，对精神念师幻术师最不利。鳞甲战袍巨人道：“那奥神族的天才贾莱辛，我们诸多不朽统一认定他的实力能排在前十，可是他排名仅仅是189。试炼中，排名能冲到前20的自然很强，而一些排名在30到50也不一定差。特别一些精神念师、幻术师，个个都在百名开外，实际战斗力很难讲。”鳞甲战袍巨人郑重道。所以你们千万不得有丝毫的大意，否则你们说不定就成了别人的踏脚石。罗峰、荣军都乖乖听着。当然，试炼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实力。以我们诸多不朽观看你们的直播进行判断，罗峰，你在我的判断中名列前十。鳞甲战袍巨人看向野人荣军，荣军，你在我们的判断中名列前20。罗峰、荣军都没吭声。鳞甲战袍巨人看着二人片刻才说道，当然实际战斗也要看发挥，也要看彼此战斗方式的克制，排名前20照样能冲进前十，前十的照样可能被后面的击败，毕竟大家实力相差都不算大。好了，你们俩休息吧，你们都得到名额，明天没你们的事情，你们准备好最后的厮杀吧。虽然有1000人可以进入核心层，可待遇有很大的区别，核心层内也有地位高低，如那死神波兰肯定能进原始秘境，至于你们，努力好好打拼吧。鳞甲战袍巨人说道。